爱情里，男人心甘情愿为你做这些是真爱。一、生日，重要节庆日，一个男人记住你的生日，记住你俩的结婚纪念日或者其他重要的日子，这最多能说明他心里有你。真爱你的男人，他会和你一起纪念这些特别的日子，赋予他更多的意义，比如带你去吃你喜欢的大餐，比如送你一束玫瑰，亲手为你制造烛光晚餐，比如两人一起去旅行。仪式感不需要多么隆重或者奢侈，它是男人对心爱女人的一片心意，对她的在乎和重视，对她的爱的表达。二、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时间是人最原始的财产。在现在的快节奏中，每个人的身影都是忙碌的，为自己、家人、未来忙碌着。时间是个奢侈品，没人愿意为了没有意义的事情去浪费时间。当一个男人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时候，肯定是爱你的。三、容易相处、善解人意的女人。这种女人在朋友当中会相处很融洽，而且会很招人喜欢的。她们会非常善解人意，懂得换位思考。男人是很喜欢和这种女人相处的，因为她们容易接近，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女人。当男人接近时，就摆出一副高冷的姿态，让男人委曲求全的样子。所以当男人遇上这种容易相处善解人意的女人，会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的真爱。